八月一日，辽宁沈阳高温天气连续不断，秒开烧烤模式，不少市民喜欢到野浴场所消暑纳凉。在沈阳丁香湖，一小伙游泳不幸溺亡，随后消防潜水员到现场将男子打捞上岸，而附近仍有不少人在野浴。话说消暑纳凉更要注意安全了。多大岁数？21。这地儿水多深？挺深的，可别去了。10厘米的深度。今天气温多少度？今天沈阳？37-38度的。可不下去的。这就这热，上那游泳去了吗？不是还有同伴啊？俩人。俩人，俩人，他那同伴不说游一远吗？他游一圈又回来的吗？淹死的。天热。还下去。天热搁家洗呗，不出来不行啊。这不那边还有游泳的那儿？游呢，那边这哪还有？那边了，那边就旁边那边。旁边咋的？前面呗。啊，不在那游的吗？啊，那前面。胆儿够大的了，还游呢。你天天搁这洗。